车什么时候？他骑好快啊！嗯，乱路，乱路，乱路，又干嘛乱路？我觉得阿飞会赢的，阿飞的自动车比较强大。不要转弯了。好，等一下甩我。小安开始走，看啊，小康，危险！有没有摔相机上面？不会啊，我也没破。没有啊，我脑，然后掉下来的感觉。可是这样会出镜吗？没有，就往上抛。可是这样有几率会打你像啊。哪里有人？那边有人。差太远了吧？你会死。好，我 OK 了。预备，开始。